我亲爱的侦探们，目前我们的盒子上是不是空空如也？空的，空的。是。再来一波，好不好？这波一定不会错。我们这样，我们各自为战，我们自己猜自己的，如果猜到了，原石带走。好，我来猜了，我已经开始了。我已经感觉那颗心动原石在我们手里了。西西不用想，你们听我说啊，西西肯定是迪迪，然后错错肯定是晴晴。嗯，有点混乱。绝对对，我跟你讲，你信不信？你抄不抄这作业？你抄不抄啊？啊，抄作业了，抄作业了。一样的。西西选择的是异星的，因为我们觉得异星会为他选择他最喜欢的东西。嗯啊，对对对。啊，我的是西西跟迪迪，因为迪迪他很爱写日记，一个爱写日记的人，他就会买很多那种文具，还有那种手账本。像不写这个人的时候，他 get 不到这种魅力。然后下面这个星星，我看他去了一家那个店，人家是去买那个泡泡玛特了，小玩具一样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是他的。我觉得错错他就是那种你说一他就真以为是一的那种人。你让我买个口红我就只买个口红。对，所以我觉得错错是那个没有什么东西的。就是我们前面的两次连线的结果来看，我们再多的推理都等于零。所以我觉得连线就是盲盒思维，就是感觉是谁就是谁，我就贴了。鸡哥已经上必杀了，已经把女人的直觉搬出来了。对。然后我跟汉哥是一个答案。你们三个一样。鸡哥你自己一个人一个答案。是。好。各位侦探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各自的答案，如果可以答对的话，心动原石再向我们招手。在座的侦探们，谁能成功获得额外的一颗侦探原石呢？谜底我们下周揭晓。4400万 AF 双摄自拍照亮你的美，本节目由轻薄